们期待他能够创造佳绩。七号赛艇，中国队杨柳，我们看到他似乎车速有些放缓。现在只有七位在争夺第一轮正赛的成绩，每个人都很努力。在这项运动中，选手们驾驶坐式水上摩托，在江面上飞驰，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。那么如果是直线加速的话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30公里。赛艇大多数重量在390公斤左右，长是3.3米到3.5米，宽是1.1米到1.2米，高1.2米左右。驾驶这个赛艇，那么发动机的排量是1.8万，大多数是1.8的排量，1800cc。但是有选手在自己的国家里对赛艇进行改装之后，排量到底能达到多少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马力达到255匹，所以水魔世锦赛中世界顶级的高手齐聚赛场，确实非常值得观赏。25分钟加油圈，比赛已经接近尾声。选手们，来看。